相信有很多人穿过 body 裤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我就拍谁？哇，你夸张！没有，这我跟你讲，我也是这样。我们这个生过小孩，很容易就是肚子就会垮垮。哦，这样子是多少？82。82有没有看到？我哎，你小布什的毛衣，毛衣啊！他已经全部竖起来了哈，全部竖。Oh my god！ 72哎！哎呦，屁股翘，翘水蜜桃臀，要修哦。你们穿这件，老公每天都动没掉，真的。这个哈，我们把它抽开，有没有？对，正会工地呀。哎，有没有？里面是什么？一个塑胶片，那这个就会顶到了。那我们这个是采用这个叫做来鱼软骨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弹性的，有看到？我们用的是鱼骨软条，对，怎么动怎么凹都不会痛。哎呦，阿莲娜，87，87，对啊，去的，加啦，87的，哦，肥了一堆了。哎呦，瞬间有感，瞬间有感，哦。你的脊椎跟你的腰椎盘，哎呦，你的腰在这边嘛，对，整个帮你整个固起来。嗯，我现在我们两个都是没有穿内裤的，对啊，内裤都是拿掉的。这个就是一般外面你们所看到的什么很便宜很便宜那种的，它完全没有做body的牵引式织法。负离子的它也是用硬的，它就是没有作用的。倒个水给大家看一下，来注意看到这边，我轻轻的刀尖点给大家看，怎么分辨石墨烯，有没有看到里面？有。六角形的石墨烯有没有看到？有。蜂巢式的石墨烯在这边。有。腹部这边有做负离子，远红外线的负离子，那你穿着它遇到热就会释放远红外线。你竖着你才不会越湿越多。我们是让你有穿像没穿，可是它却能达到那个效果。睡眠博士搞定您睡眠大小事。